多謝多謝各位等掌聲。咁多晚嚟，第一晚我聽得最動聽、最好聽嘅、最大聲嘅掌聲。我想再聽一次，好嘛？多謝各位。一直以嚟咧，從初八、初九、初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今晚係第七晚噶啦。我哋喺呢次聚會，特別咧喺今晚嘅儀式上面咧，大家見到首先係嗰啲氣球啦嚇，係五彩繽紛嘅。另外有個銀幕啦，有好多啲禮物啦等等啲。我相信每一位同收到希望，我哋今晚能夠抽到呢個獎。抽獎嘅形式係點樣咧？就係回答問題，即係將一週嚟我哋所聽好獎，大家嘅掌聲即係代表嗰啲音樂嗰啲樂器係嘛？我好希望能夠唱識熟悉呢首歌嘅同收，大家一齊唱，同埋其他即係拍掌嚟打字拍字好嘛？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蓝天白云好时光，大家手拉手走向大自然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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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那山明水秀景如画，听那鸟叫虫鸣喊野长，吸一口新鲜空气，歌一曲雄壮激昂，我们心情多愉快，我们心胸多开朗。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蓝天白云好时光，大家手拉手走向大自然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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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那山明水秀景如画，听那鸟叫咿，歌一曲雄壮激昂，我们心情多愉快，我们心胸多开朗。谢谢。今我哋敬请各位起立，恭迎我哋三位法师登座演说。第一位我哋郑重嘅敬请真正法师。第二位我们郑重的敬请镇元法师，以及第三位是律善法师，请大家给热烈的掌声。多谢。在这里今晚好欢喜，又和大家在这里见面了，大家给我们的掌声好不好？今晚不是各位小朋友和我们的大朋友害怕，是我们三个坐在这里害怕，害怕人家，不是我们考人家，人家考我们，我们首先在这里介绍一下今晚我们的，请大家今晚我们的所谓法学问答游戏的规则是这样。第一呢，就是由我們現在三位師父抽一個，隨便抽一個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請大家安坐。各位同修，各位朋友，在我们进行这个问答题之前呢，今晚特别有三个合唱的节目，由观音精舍各位同修所表演。第一首就是佛前的一句愿，第二个节目是忏悔。